说人生是一趟旅行，对我来说生命是主给的恩典，心千万不要浪费，主赐予你的一切，生活当中要有感恩的心。对我来说生活是一个机会，对我来说收获重要，伺候上帝，心千万不要浪费，主赐予你的时间，生活当中要多积善积德。哦，上帝，请使用hidup ini harus jadi berat.